安尼我买一斤。这附近敢有咧卖卤蛋？卤蛋。哦好，我等下过来也看卖。是啊，哦好好。有啊。哦，我问遐讲，遮诶凌晨两点外就开始啊。迄阵较济人。两点。哇，我睏唔着，我当作五六点。安尼偌济？一百块。一百。我搁摕一个，哎呦，我摕只零钱予你个。一百块尔。哈，一百，哦哦，我当作八三，好，谢谢哈。卤面。困唔着诶，即撮即撮车，哦好好，谢谢，感谢感谢，安尼吼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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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买卤蛋，安那算？六个五十，换14份。100，那我买200。200就是28个。买多就做生意的价钱。谢谢你。哦，我家去打工啊，伊家工在遐，我冻在咧那边，我都不要。谢谢哈，谢谢谢谢。收摊啊！冈山果菜批发市场凌晨2点就开卖了，通常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人潮会比较多，市场并非卖一般消费者，大多以小批发商为对象，家庭主妇大多5、6点才开始陆续出现。从之前冈山站前搬迁过来，停车更加方便许多，可以让你轻松购物，规划比以前整齐了。在市区总是对停车有所顾虑，就好像之前我在拍摄文显市场时，停车就要停比较远一点，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达。如果购买蔬菜类量大一点的话，选择来这里采购准没错。要特别注意，目前在这里是没有卖水果的。做的呢，我以为都是卖大葱的，结果还是有人卖的，零售的。难怪大家都说5、6点来刚好。
叶上是菠菜哦。对，那个是山上的，很好吃，很嫩。对啊，我买一挂。买一点，你看会不会太多了？好，安尼就好。哎，安尼就好。好。你如果要穿上哦，上久一点啊。你如果要煮，你不要煮太久，那个很嫩。哦，好好，谢谢。这个功夫传授。210，210哦。对。来。可以，哎，油菜一样吗？敢那交咱种的迄个菠菜无啥共吼，这西嘞啊，咱家下已经无啊，天气的关系。好好。我用迄个讲，210到790。我10块给你啦。好。啊你。800。哎，你找我800。我用报纸帮你包起来。好啊，好啊。你要炒的吗？没有菜。系啊，当然，咱家己要吃啊。你别打开我们，阿嫂你会炒。你用叉蒜啊，叉蒜炒。蒜头。蒜头，够香。你别打开我们啊，阿嫂会炒。谢谢。这样比较好拿。嗯，好，谢谢哈。这时间应该人较济啊吼。对啊，我差不多要散去啊。啊，要散去啊。我们大概2点多两点到四点人最多。安尼哦，2点到4点人最多。我大概都2点就来了。哦，我网络看讲5、6点人较侪。没有，5、6点，这个时候拢刷机啊。好，安尼哦。对啊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啊你上镜头的安尼。哦，2、3点就有啊，安尼我唔失算，算错时间。那我就顺着边了。虾菜，你从虾菜哪算？一百二个。一百二个。两百我按。多少钱？我一百。要多少？100。给你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感谢你。谢谢。哎，你刚看完来这。看看哦。看卖嘞哈。那来整给你嘛，可以啊。啊。那晚到有晚到的好处哦，可以捡便宜哦。这个果菜市场也蛮大的，主要它有连麦跟那个民主路这个果菜市场，它分得比较清楚，这里好像比较散装的比较多。有人呢、啊，
看哪里有卤蛋。的确，我还以为这个时间人多了，结果是失算。Thank you.